我跟你说，全世界最美丽的词汇，哦，我全给你写在这纸上了。太好了，来朗诵一遍。祝小娟儿生日快乐！来，我的人生曾经寂寞，我曾经身处茫茫人海，却宁愿孜然一身。烤羊肉串呢，孜然一身。孑然一身，孑然一身，直到遇见你，纵然万劫不复，纵然相思入骨，我也待你眉眼如初，岁月如故，好不好？好。这词儿简直太硬了。华阿姨听完了以后，准得哭得稀里哗啦的。但是我背不下来。背啥呀，你就照着念，照样感动黄阿姨。真的哈、啊、二米，哎，给爸放在那儿。好嘞。好啊，爸呀，那个我还准备了一首。啥意思？你看这一段时间啊，我连公司的事都推了啊，哎呀，给你排练这个节目，给你准备这个表白词啊，啊，产生了一点小费用。爸，不多，一共304.5块。爸，你这个事儿啊，我为什么要找你要呢？因为你是要表白，你要表达你的真心，这个费用你必须掏，你给我报一下。那对，那对。你个骗，口无劲儿。行了，你放心，完了过后我给你报了啊。好嘞。二米，给爸放在桌子上。好嘞，好嘞。来，我问你们一下，哎，今天我们第一个节目是大合唱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集合。哎，好嘞。集合，集合。哎，小看齐，是向我看齐，不是向我个头看齐。什么玩意儿？这行，来，按合唱的队形散开。这个啥玩意儿？东一个南一个西一个北，搁这咋唱歌呀？你们这啊？不是，爸，我们排练的时候是按声部站的。哦，这合唱有和声是吧？这也太散了。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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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稍微集中一点啊！来，来啊，按声部啊！啊，就是那个生日快乐歌啊！啊，我先报个幕啊！街坊邻居们，第一个节目，大合唱，生日快乐歌，指挥前串子，演唱者一帮人。说说注意点音准，看着点指挥，来看指挥，来来啊！我起个头啊！祝你生日一百唱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行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停！快乐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？啊？哎？咋的了吧？哎，宣布第一个节目大合唱取消了。哎呀！哎，那个，走吧，吃饭，吃饭去吧，吃饭去，回来。哎，着什么急？吃什么饭呢？忘了你们来的任务了啊？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记着呢，是配合我跟黄小娟表白，是哦，把你们的精彩节目送给黄小娟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我们你想这情况，我一表白，那不就成功了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家好，我们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么隆重的啊！孙女，快给大家问好！爷爷、叔叔、阿姨、哥哥、姐姐，你们好！你好！大侄儿，你好！小墩子，你搁哪来的呀？真没礼貌你！王小
啊，没大没小的呢，你管谁叫小墩子呢？啊，黄阿姨是你的姑太奶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这是她的亲孙女，她的辈儿跟你爸是同辈儿，她管你叫大侄儿，怎么的？嘿嘿，跟你叫大侄儿没错。啊，嗯，那个小姑啊，怎的了又？你别吃了，你都啥底型了都啊？那也没吃你家的。而且我胖那是有理由的啊，比如说心情好的时候。那不得吃一顿庆祝庆祝啊，那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不得吃一顿舒缓一下呀，有道理。那心里着急的时候那不得吃一顿拜拜火呀，反正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有吃的我就吃，没吃的我就哭。这孩子哪点都好，就是嘴壮，别吃了啊，这都第四个了。那个帅啊，我是这么觉得的啊，孩子喜欢吃就让他吃，开心就好嘛。对啊，那什么小娟，今天你是重要人物。对，今天你是寿星了，来请上座。上座上座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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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来陪奶奶坐这儿啊。哎呀，老钱，谢谢你啊，看你精心准备的这安排的，也谢谢大伙辛苦了。哎呀，黄阿姨，那个别客气，我爸到时候还有一个大大的惊喜给你呢。还有惊喜？对对对，我有惊喜，我要跟你说几句心里的话。我不是爸啊，王姨你坐。你爸要说话啊？是，不先不说话。你表白着啥急呀？就是，我刚才不跟你说过了吗？大家伙每个人都有节目，你等每个人把节目表演完了，你再表白，多好呢！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先用节目铺垫一下，对呀，情绪上来之后，对，完了我趁热再表白，成功率高啊！明白，好不好？明白。小娟啊，哎，为了你这个生日，孩子们都为你准备了精彩的节目。哎呀，太好了！那谁先演呢？谁先演？我先来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小倩，来。姑太奶，我送你的祝福在我的心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歌声里。哎呀，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一个不夜城，要问胭脂哥哪来，胭脂说夜上海。你唱的什么玩意儿？还夜上海？燕子从夜上海那飞这儿来了？啥玩意儿？你看，唱的好吗？挺好，挺好，唱的挺好。等着，那个什么，那个第一个节目演完了，我要向小娟。你什么？这等一会儿你。爸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呢？啊，表白是压轴的。对，你刚才王小倩都演砸了。对呀，啊，你还有第二个节目呢。第二个节目是最精彩的。谁的？我和你儿媳妇儿。啊，那个小娟啊，这两口子为你准备了二米粒儿啊。黄阿姨，生日快乐！哎呀，快乐！我们两口子为你的生日献上一首男女生对唱《铁血丹心》。哎呀，没问题啊，哥。妈，这不是郭靖吗？看谁家歌星肩膀头子卡个鹌鹑，你整挺带劲呢。你是我梦里曾经好呀，生来不来的，要开心。是咋的呀？啊，昨天晚上练没练呢？蓉儿，练歌不重要，关键是我向你保证，咱们公司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老公，老公，你最棒！老公，老公，你最强！哇哇哇哇哇！好什么好？好什么好？怎么好？这不准备要射我呢吗？拿我当雕了吗？
真好真好，我都没看够。你看看，今天小娟儿，行行行，说了啊，你喜欢奖励说好就好，来奖励大豆油。哎呦，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要吃就吃富红大豆油。来喽！哎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来，胡太爷，胡太爷啊，胡太爷，那个雕都送桶豆油了，我这小燕子送我啥呀？你那小燕子被雕给吃了，所以呢，就奖励你一瓶矿泉水。那也行，哎，太好了，这回接了。哎，老钱呢？别着急，还有小米粒呢。啊，对对对，黄阿姨，我跟笨笨也为你精心准备了一段舞蹈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有舞蹈。来来来来来，祝黄阿姨生日快乐，快乐。关系，我想说的是，阿米啊，等活动结束之后领完小圈去一趟医院，你看这浑身上下抽的都是鳞子，对呀，行，咱先说，这么炫，什么玩意儿？阿姨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发豆油，来来来，发豆油，来，谢谢，大豆油一桶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来，这回该我的了，妈呀，你等，你等会儿，你干啥？为什么我总要表白的时候，你总要拦着我？忘了今天中心的任务是什么了吗？任务不是爸，你疯了你啊！大爷，我没忘。你看看，大家伙都给黄姨表演了自己的节目，你不能上来就表白呀，你也得先唱首歌、跳个舞啥的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这样表白的成功率才高啊！我明白了，哎，就是我也演个节目，先预热一下，铺垫一下，是吧？来来来，鼓励鼓励。这娟儿啊，这个你不知道，这么多年呐，我一直想为你唱首歌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来。你这样一个女人。让我欢喜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多美的画面啊！嗯，这个时候天空要掉下来点花瓣啥的，那就画面更完美了。有有有有有，哇！哎呀，咱们吃饭吧。好，哎呀，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哎，一帮叛徒！本来请你们是来帮我忙的，没成想你们是来踢馆的，砸场子的。我宣布，表演很成功，表白很失败。这次生日会和表白会，宣布取消。老钱。老钱，小娟儿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找我的。我就知道你有话要对我说。对对对，没错，我有好多话，好多心里话想对你说。说吧，我听着。哎哎，我的稿呢？我想对你。别紧张，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紧张。那个，我想说，那个小娟啊，你自己念吧。祝小娟生日快乐！你就当面说，我把你写上。你接着念，接着念，接着念。K
啤酒一箱，白酒两瓶，麻花三条，羊钉子四根，锤子戒指，还的时候给人一桶大豆油，共计304.5。你让我给你报销啊？不是，拿错，不是这稿，不是这稿，哎，我的表白稿。我的表白稿被老王给撕了。没事儿，要说的话都在你心里，脱稿说。行，我试试。我这一辈子很寂寞，我愿意带着茫茫的一身孜然，摸爬滚打，叽里咕噜，噼里啪嚓的孤守一人。如你所愿，孤独的一个人吧。不对了，我背不下来呀。嘿嘿嘿，快乐是个奥妙。